可以用小面棒擦哟。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我就该练够啊！我刚刚没听清楚，但那是客语吗？是啊，也是汉语，你有没听哦？我也算是半个客家人吧，买枪买糖，讲嘛买一丝丝，但是唔拢买创业个啊？因为红酒偏创意袂多个啊，我姐姐咯联系歌曲表演啊，偏创意又很么个啊？买拢买无糖果啊？偏创意就是偏创意生意，囡囡是摸索铁路个哦。包妹还有天窗衣从三个改修修这样的哦，但是做么个我有一个天窗衣啊，这是按你窗通改修修天窗不要做到死，天窗不要哭到死，要做没做要到天窗过，于是就是天窗衣两衣南部当天让书体外观天下流水，不过之意是将创进赤土天堂，就算天创意创改天，你是会流强强哦，也期待是客家发的年意讲到天创意最有名的就是新竹竹动的三个比赛，按你攞去拍个地方，健康健大在古好咧。刚来想要哥了解一个天窗衣的事情。OK， 天窗衣今日在实习，提到天窗衣两日，他今日到绍兴外岛，不莫拜向天天公拜向祭拜，所用盖视频。还提起工人区计划了在天板，做得用吹盖也是用夹盖。天板是糯米吹盖，所以吹过的天板会变到娘娘娘娘，做得老女娲娘肯收福天。天窗一盖风俗，还提在翻应盖记录流行，各地表现出来盖荣誉，摩羯从容。好比讲，有人用光丝线传递电兵病毒人，他当然最多人用相反，建筑主动提起，当然天窗衣就举办三个比赛，政府机关的客家委员会喊停两日，按到相关客家一楼与汪洋补天黑马街啊。俺拢无糖果啊，肯定，俺是在讲不能糖哦。女娲补天改讲法，就爱上到黑白黑白染谷西台，在逐到天变中，又改按到女娲改天星，又一呢，又改按到上宫改水星，又改按到属龙改火星。记得都想要得到天体改会，明年每五年两万年，两三年达到风海，不管我再问拆开改世界，一摸好线，找到天体连接在台处，创创开嘞，一下是残嘞呢。天堂有一个太空，天堂在风水都控制管理天下。看到天下大人类是为相互本原始的，你娃结婚爱了空扶起来，所以你娃亲呢当到做摩穷人这代石鼓，让石鼓融到内向，石鼓让内向到空一点一点扶起来，所以天堂在风水境外角度管理天下的大家要过定漂白快乐大生活。哇，我从来没听过一个故事呢。这是当然的啊，因为当当年都没听过啊。我觉得你不仅能表演唱歌之外，还能当孩子王演说童话故事，挺厉害呢。